来看看我们今天的两条狗鱼，昨天那条没有处理就臭了，忘了。说酒啊特别害人，然后现在准备开始这个，开始准备搞姜啊这些东西。不用，不用怎么腌进去。今天晚上我们吃狗鱼。狗鱼就是长得贼丑，太丑了，还有牙呢，厨师都被那个牙齿，小心他的牙齿。我觉得要不头不要了吧？哇，你看他那个跟鸭子一样，像不像？对，鸭嘴一样，鸭嘴兽，鸭嘴兽。你要把衣服蒸掉，可丑了。待会儿亲这个。现在我不为了效果吗？我们这个煮的银耳汤啊，但他们家的这个锅挺有意思的。球服啊，球服。今天第二个视频，现在带着肉浪浪去遛遛，不知道他是不是要拉屎。他刚刚一直在我腿上哼哼唧唧。来吧，肉浪浪，走，我们依然是去那边草地去，走，去这边草地。他是准备想吃草了，知道自己拉肚子了。这边是羊吃的草，肉浪浪。啊，周浪浪要吃羊吃的草吗？我天啊。叫你别吃羊肉，不听吧，非得去吃羊肉啊！现在变成羊了吧，开始吃草了。哎，洗茶具收拾了，今天的这个煮茶论英雄时间到，月龙终于是钓上大鱼了。我们今天吃他钓的狗鱼，已经蒸上了。勉勉强强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反正一开始都说了不吃狗鱼了，但是既然钓都钓上来了嘛，我先吃一筷子。不够，我那个还得再要一个。这十几米，十几米也可以，应该差不多。我们现在要去接水。这样放过来，把月龙的和我的已经连上了，当然只能到这儿。我感觉我的那个车加得上吗？加得上吧，我们不还有一个吗？对不对？把半仙的那根管子也拿出来，对，全拉。你看这个，怼到里边，可以，可以的。这个好黑。好，上水了，管子怼进去还是不行，它这个太大了，所以我去拿个扎带给它扎一下。来，拿个扎带给它使劲一扎，对，这样使劲一扎，你就开不了了吧？然后再把这个开到最大水压，对 ，OK， 肉卓，给我们做个啥菜呢？刚刚有人已经采访过了，你有点晚。那你再说一遍喽。不高兴。那个啥，蒸个鱼。弄个小米渣。然后再拌个蕨根粉。哦，把我们那家里的小米渣搞出来了是吧？大家都在嘛，大家吃。可以可以。贵州特色嘛。对对对对，贵州特色。再煮个白酸汤，那个酸汤菜。啊，哇，好，马上都可以吃好的了。对，蒸狗鱼，好了。闻了这味道的话，不是太香。下一个，小心啊！顺到这个鱼啊，顺到鱼脯啊。我的天！哎，这个鱼这么多人拍，还有一个是吧？来，加油！加入。你们得把我搞紧张了，来吧。哇。这才是最关键的一步啊，炊事班班长，你看这个搞得好，刚才差点上了。那为什么会紧张呢？差点上了。还可以，现在都还有哈，24小时，你这样摇一下它会比较脆。哎，对了，差不多了。哎，对了，好了，要拿这个冰块挤一下这个苕粉。这个是蕨根粉啊，蕨根粉啊，哈，蕨根粉。现在大家都开始喷这个了，因为我们开始吃晚饭的时候，蚊子也开始吃晚饭了啊。我们吃菜，蚊子吃我们。我的腿上已经两个包了，然后蚊香已经点了好多。啊，
那边也有，下面也有。老徐说他特别喜欢吃桔梗粉，他就把他的一包全部泡了，一斤。结果我让老师我说泡半包，他说没有多少，你快点就泡着。这么多一盆。所以说我们今天要吃不完的话，就让老徐自己吃了啊，让他们未来的两天一直都吃这个桔梗粉，然后能想着我们。因为这两天吃肉吃的太多，所以说我们准备做一个白酸汤，是凯里的啊，凯里的白酸汤。然后就像在往里边加水一样。要下这个葱姜蒜，不是葱姜蒜，没有葱，姜蒜和那个青椒啊，还要换我们这个糟辣椒，就这么倒了。哇，葱坛，老徐就用这个碗吃饭吗？老徐，当真是这一波桔梗粉，老徐拌的，可以。有点担心啊。来，今天我们就自备碗筷了啊。这个可以。我就用这个碗，对吧？那网友说我们那碗最大，你们的碗好 mini 啊。吃的那么厚，我这个是吃面条的碗。哇，今天的确实有点数啊。唯一的一个鱼，肉就是鱼，还是狗鱼啊！刚要吃饭，水满了，赶紧跑去关水。我的天哪，简直是影响食欲！来吧，我再给狗鱼最后一次机会。有一个，来试一下。这哪里有狗狗？还是不行。啊？狗鱼的肉比较老，比较柴。这两天喝蒜吧，是吧？就不会早上起来有任何感觉了。啊，这早上没感觉。就得连住。味道是挺好的。连我们现在自媒体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的。大家觉得我们大鱼大肉很舒服是吧？但实际上你看，每人拿了一颗香。男人都在前面挡风遮雨的，对呀，那女人身上都没遮被冰，我脸都快被干。我们只能是靠拿着蚊香香去熏蚊子了，真的是棒棒的，在自己的脸周围晃荡。在户外蚊香那是这么用的，什么叫香薰？香薰哦，对，蚊香嘛，香薰。我们都在相机，不然一会儿中毒。楼堵白沫，捏小人。哈哈哈哈哈！一斤的这个桔梗粉，大家刚刚大家看见的，愣是吃完了，对，一闷薄的桔梗粉，一斤啊，起码有五斤，一锅。没有干粉一斤，干粉那泡出来就不止一斤了吧？最少要两三斤。哦，最起码两三斤啊。勤快的老徐。鳗鱼在洗碗。现在已经10点多了，我能去溜个浪浪去，让他拉个屎尿个尿，看他还拉不拉稀。这边浪浪，这边，哦，好黑呀，这边，感觉有没有一种房车记？今天下雨了。今天不是个好天气，是不是因为我们今天要分开了，所以说老天哭泣了呢？看看入浪河入座，收拾了，各家拿各家的东西。哇，你们纸都废了呀，下着雨。吃完了先溜溜浪了，走吧，雨下的有点大，噼里啪啦的，现在刮风了。看我们的插板，经历着风雨。浪浪突然想起来自己晒的鞋子没说。看看我们这些碗筷都拿回来了，其实昨天鳗鱼老徐他们已经洗过了，但是今天早上经历了大风，然后又下雨，这个碗筷啊都脏了，看这些蚊子全被冻死了，这些都得重新洗。我说把这些碗筷啊全部洗干净了，现在开始擦，然后收。有没有发现肉肉变了，变得早起早睡了，嘿，
早早就起来帮我做就行。太好了，这些东西啊平时都是肉朵在收，所以说我的这个收拾能力确实不行，都得肉朵来收，然后找的话呢也是他来找，我也找不见。再把这个桌子擦一擦。哎，这个卡住了，我靠，之前就坏了嘛，好的应该是这样的，它坏了就倒下来了，结果现在卡住上不去了，我靠。不知道了，啥时候去 4S 店让 4S 店的他们去看看吧，怎么去弄的。先这样吧，美好的一天从老婆做早餐开始。嘿嘿，今天给我们做什么好吃的早餐？泡面。泡面太好吃了，我平时都是吃饼干的，今天终于可以吃泡面了。看看我们两口子的美味早餐，外面正在下雨，看看我们的湖边美景，外面正在下雨，所以说我们就只能是各自在房车里边各自为战啊。去吧，来吧，我尝一口。橘子是你喜欢吃的？对，我是特地买的橘子。嗯，小时候的味道。嗯，我小时候一直以为橘子特别甜，就是因为吃这个罐头，后来买的那个青橘特别酸。面也好了，我觉得被骗了。哎，看看，哎，再上去就行。老公，你知道为什么我喜欢吃阿宽家的这个重庆小面这个系列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其实他说他是重庆小面，什么铺盖面啊那些哈，嗯，其实他这个泡出来的口感是米粉。哦，还是想加家乡的米粉了是吧？嗯，综合一下嘛。好，开吃。我们吃饱喝足，把早餐那些都吃完了，然后现在等待着大家起床。嘿嘿嘿嘿。还没有起床啊。哦，现在外面雨越下越大了，整个地都湿了，来，整个地都湿了，我们现在被困在这儿了，那个桌子呀那些东西也没法收，看来老天爷是不让我们走啊，那我们就继续在这待一天呗。嘿嘿，能坐。你喊她姑娘，她听得懂的。姑娘，她听得懂个屁。晓得的，是我喊她。姑娘，小姑娘，来和我玩是不是？来嘛。你看手抓着我，抱起抓，走。嗯，我去，走，我也被憋的呀，我去倒黑水箱，实在满的不行了，冒着雨去倒。哇，这黑水箱，感觉再拉一泡尿就彻底溢出来了，好满，赶紧去倒了。哇靠，你看这么多蚊子被热死了，冷死了，热死了，太好了。让你们盯我们，这怎么那么像大白的？昨天就是他们盯我们。我天哪，这么多蚊子啊！好多呀，我天！大白叼着你的碗干啥呢？找吃的呀！哎呦，阴怪，你这个阴怪！呦！这都起来了，现在我们开始收拾。我先把这个水管收了，本来说还想再加一加水的，结果因为没有生意，所以说老板他们就已经关门了，也没在这边了，所有的门都锁起来了，风好大，又冷又潮湿。好，再把浴笼子也收了，累死了。
收这个绝对是个体力活。哎，脏的要死。好，欧了，脱个帕子，太脏了，脏的不行了，有羊屎痘痘。嘿嘿，羊屎痘痘，那边好抽多了嘛。我还在这蹲蹲着，生怕这个帕子裹的羊屎痘痘，真笨啊。哎，这个地方好多了。老弟，把我们的这些烟头扫扫。窗子擦一擦，现在大家都收拾的差不多了吧，应该我们准备出发了。去哪儿呢？去我们相识的地方。今天就不走了，因为现在的时间有点太晚了，已经快3点钟了，所以说我们就不走了，一直等到现在雨才停了，然后收拾完毕就现在这个时间了。然后我们今天准备在市区住一天，明天我们在市区分别看啊。现在巧克力的一辆房车就导致了我们所有的房车都动不了，必须得等他出去，然后老徐倒出去，然后他才可以往前开。华容道终于通了，车辆排排的坐在这儿，排排坐吃果果，看看巧克力是如何这个解决他的这个行李问题的。因为三个箱子明显不够，然后呢这一袋是他的衣服，平时就是睡垫是吧？哦，睡袋啊。啊，衣服没有吗里边？衣服这箱。衣服是这箱是吧？这箱是做饭的。哦，这箱呢？是乱七八糟的。乱七八糟啊，是。充电设备、啊。写上乱七八糟。